家里面的辣椒吃不了怎么办？可以拿来喂牛啊，要不扔了怪可惜的啊。看我家老牛吃不吃？哎，嗯，刚才那个不吃，咱试试看，试探它啊。吃不吃啊？它也不吃。试探另一个牛啊，吃不吃？敢不敢吃？你别吃那一眼啊！你吃辣椒，他也不敢吃啊，朋友们。是咱这老家伙，看他能不能吃辣椒啊？看，他也不敢吃辣椒。换一个老牛啊，那敢不敢吃？啊，都不敢吃。怎么这么怕辣椒呢？这回再试探一下他，看他敢不敢吃啊？他也不吃啊，这牛真是抵触辣椒。这回再试探一下他啊。小黄，来，我害怕呢，我一给你辣椒怎么我也不打你，这你就更害怕，之前被辣过了啊，这回可害怕辣椒了啊，来试探一下，他也不敢吃，换下一个牛，看看这牛敢不敢吃啊，他也不吃啊，看这老虎能不能吃辣椒啊，这老虎他也不敢吃，这老虎能不能吃啊，吃啊，他也不吃。咱最后试验一个牛不吃就算了啊，看看你能不能吃。你看你瞅这牛是真想吃啊，能吃就吃，别勉强啊，不吃我就扔了啊。我操，你这是真想吃啊啊！我说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么狠的牛没？所有牛都不吃啊，就它一个吃。牛它也是能吃辣的了，这老虎就真狠啊。该说不说，六个辣椒一口就给闷了啊！喜欢牛牛的给个免费的双击和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。他是真不怕辣，还没有后坐力啊，没有反应，别的牛都不吃，就他吃。